话都没得说，我靠，贼难受，资源。哎，你现在开始聊天了呀，思雨？前段时间咋没见你呢？前段时间干啥去了？卡尔什么时候情况出点金？啊，这首歌有点空灵啊，我喜欢。听这首空灵的歌，啊，觉得很舒服啊。不太晕了，蛮舒服的。妈被烫死了，我操，好亏啊！但是
谁死了？有人来吗？哎呀，打不死，真没蓝了，这边。打这个逼还是出紫渊厉害，前面嘲讽我，这逼打得我也打得我心态有点变了，我操，老是想杀他，我正常杀他不会死，我前面被反杀一次，有点蠢。啊，太离谱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太离谱了！宝石还被抢了，宝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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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打他反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大玩意儿，还有波直接中退了，没有反应啊，剑圣不来吗？剑圣你不来我们唐人打不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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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金箍棒，我们好像要炸了呀，这个带点反应吧，克劳德自己带拉粉，克劳德
再把粉，把小骷髅杀了，小骷髅很好杀的。对对对。我们宙斯不被切，团战就很好打。别冲！别冲！别冲！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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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正常打。别往里面冲！回来！回来！把他杀了。赶路吧。好，有没有 plus？ 没办法，被抢了呀！杀手啊，我要死！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没问题，我打了一场。没毒吗？哦。
小鱼。不陪你逃，你自己不用得到。你看我刚才说他出 BKB， 他不是出 A 杖的，这个不好。给拉比克打前手可以杀的。找幽鬼去了。对啊，可以杀。然后这下可以倒，可以帮你断拉，好吧？但你小心啊！哦 ，B 对 B。笑死我了！后面后面。举他一下，让他走了。举一下，举一下，举一下，举一下。我打你！Thank you.
有的有的有的。如果得开大打。我下一件微光了，我的妈，这是啥东西？真是呀，还我来抓我的。回高地啊！回高地，回高地，回高地，这样都死了，回高。开碎，开碎，开碎！我来不了。完了。肯定赢了。先把柴柴引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来一个。这个带盾的杀他没必要。我很难吃的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很难吃的。先反野。这把跟右滚没关系，拉比克小鱼吧，这两个人比较恶心。不是你要说啥呀？我感觉你有点菜啊，兄弟。没啥好说的呀，打完拉黑啊，有啥好说的？去我对面吧。好吧。你拉黑一下我兄弟，我不拉黑给他买了，拉黑一下我。跟幽鬼没关系，小鱼不行啊！这他妈的小鱼跟对面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中单他妈的废物中单，我靠！啊，跟宙斯有啥关系啊？我们没有抱过团，是团的问题啊！他无限送节奏拿头打。这不赚了，因为是他主动上来跟我拼，然后我虽然要买了，但是我是先吃了经验，好吧？而且这波兵线我觉得位置也非常的完美。
妈的，被他做事业了，我操！应该挂火人的。我一个人就可以干他，你们不用来这么多，够了，我一个人够了。看有没有传下的。哎，去 A， 我等你，兄弟，去 A。啊！你别打我野啊！打我野，我给你给你！啊！我操！我拉野的啊！我操了！我操！这是为什么？等我，我打下去。就讲到你刚才羊啊，这个羊肉的可以去，也可以想。分不好啊，分不好，分不好啊！谢谢分母的10张办卡，谢谢小空，谢谢 P R A R， 谢谢少爷。